同学，大家身心如意，身体安康啊！早安。好，好，我们继续研讨《密续要义浅说》。我们上次进度到83页。好，我们上次有把那个我们身体各部分的活菩萨明王住的地方有做一个整理哈。好，那么从83页第一行开始。好，所以透过身坛城，好，我们器官也没有讲器，就是要是那个部位了哈，还有那个肢体哈来讲哈。所以更进一步是意念身本处，身本尊处，不是处本尊，好，我们叫身本尊处。我讲身本尊就可以了，身本尊处或身处本尊应该这样比较好，那个处前面加个身就可以了。很多名相解释的不是很好，意念身处本尊啊，那个处前面加个身。那是指呢自己的身体的器官肢体啊，还有部位安立为本尊，或者是佛，或者是菩萨，或者是明王。那他的意思呢，其实也不是在身体是不是安立本尊相哦，而是说他有本尊的体性啊，所以不用安立本尊相。安立本尊相会有点像说那个密处的部分安立本尊相就有点怪怪的哈，就感觉有那个本尊的体性，佛的体性啊哈。所以我们之前上礼拜用的是密集金刚的深坛城来说的，我们上礼拜是用密集金刚深坛城。好，那32尊本尊，好，积德性节观想自己的关节，好，等等等等，好，这个我们上集有讲过。好，这称为什么？导数第三行，叫称为身处之本尊。好，在导数这一段导数里，身处之本尊。导数第三行，你看到啊？好，这意味着什么呢？必须将整个全身，好，自己身体，修为一尊本尊，不是一尊，本尊自身，或者自居本尊，但是本尊自身为一，不是修为啊，唯一尊本尊。好，唯一尊本尊就自居本尊就可以，身体器官同样安立本尊想，不是本尊想。本尊体性想，这个体性，就本尊的体性想，不是本尊想，是本尊的体性。这显然是相于更维系的本尊修法。好，那在此呢，我们所要强调是什么呢？如此本尊一切殊胜又复杂啊！这个刚刚讲身处本尊、自身本尊、自身本尊又分三个本尊，对不对？是世言尊、智慧尊跟三摩地尊。好，所以这个自身本尊的部分啊，按照身体部又有各个佛菩萨的那个体性，所以强调此本尊复杂又殊胜复杂，深广又维系，若无及其为心生系的能修心，就是想要真的想学的心，想要去努力这个等到成佛这种欲动，那个欲求心，我们叫欲求性的话呢，怎么可以承办呢？所以我们现代人缺乏的就是清净力，因为我们的外境吸引我们太多了，色声香味触了，好看好听好闻的太多了，还有名闻利养的那种强调，世间交易也好，家庭交易也好，强调名闻利养，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心都往那边去，所以修行力一定会不行，而且会惰性，长存在惰性当中。那以前古德呢，没有这些吸引，过得很贫穷，知足常乐的生活，所以呢，他的对那个解脱啊、成佛的心会比较强，所以他的精进力会比较够。那现在反过来呢，我们是受用福报很大，但是精进力不够，所以怎样把古德那个精进力加诸自己的身上，然后去求解脱、求成佛，这个是我们现代人要去补足的地方。现在就是太多的 好的东西让你分心了。好，那个就是我们怎样修这个
精进力啊，要怎样去改善啊，到我们修行的这个角度啊，所以啊，所以啊，倒数第五行，所以师长有说，在密续，除了修习本尊一切之外呢，并没有额外的修止啊，不是，本尊一切是一种，还有一种圆满次第叫做那个气脉明点，所以这里啊。所以师长有说在密除的修习本尊，并没有额外修。这个加一个，所以在密续的升起次第，要加升起次第，升起次第，这个没有说清楚。圆满次第就修气脉明点了，不是修本尊为主的。好，所以有说在密续升起次第，好，除了修习本尊一切之外，好，加个密续的升起次第。所以一心专注修习本尊啊，就是这个升起次第啊，一心专注本尊修止啊，就是升起次嘛，升起次第修止这里啊，加个即是，后面加个升起次第。这是初分的本尊修法，若细的啊，细分成这本尊，其困难则胜缘浅。啊，不，这个哈，这个很奇怪了，嘿，这个就是，对，如果细分的，困难度胜于眼前，必须在一立后面，那个是后面的。那则如是细分升起次第，就是说我们讲那个是初分，细分的就是要讲那个我们讲那个，我们讲那个最后，这个在最后，这个可以的，如是细分还可以，就是在衔接那个。圆满次第后面的所以细分的就是要变大变小还有那个那中脉游走的如是细分成本质困难胜于远胜于浅必须在一粒米或戒指中现行所欲谈本尊谈成这个就是一粒米现行本尊谈成这个不会难但是说要变大变小变多变少所以必须在一粒米现行本尊坛城或是再一个嘛变大变小变大变小把它加进去还有呢变多变少嘿这个来修本尊就加一个变大变小变多变少来修那个细分的本尊一切好可以好这一段没问题他讲的比较简单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变大变小变多变少这个就是修本尊跟坛城这个比较细分的部分好一小没问题这个就是比较细分的就是变大变小变多变少好那我们看没问题快下一段再者是入坛城修本尊法的内涵那据师长有说在三藏这个中尤其是密续的三中密续属于经藏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共这个属于经藏化掉因为三藏呢当然是显教的三藏密续属于经藏因为佛说的啦因为三藏中密续属于经藏因为是佛亲口说的加个因为因为是佛说的加个理由因为是佛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依于不共特别三摩地而承办功德这个错了这个属于经藏那为什么因为他是不共三摩地承办功德所以设备修的定谁哪能就没有像这个说法错了这因为是佛说的才叫经藏啊那律就是佛制的戒律那论是菩萨大德写的这个因为他是不共三摩地承办先说的这个都化掉哈这个理由修错了
理由说错了哈，因为他是不够深层的这个错啊，划掉，特别宣说特别的真相定学啊，那个当然序中并没有专所说个的这个啊，这个都划掉。他前面讲经藏，后面讲不要修这个定了，哎，哦，他讲到是为什么是定，他是把它当成是经藏，当成是修定学来讲啊。经是全说定嘛，论全说，然后呢？律全说啊，戒啊也可以来，可以来，这个都没有把它讲清楚了哈。就两个角度来做解释了，一个是佛说的，好，写的人不同来讲，佛说的这个叫经，菩萨写的叫论，佛制的戒律叫律，叫经啊，这个经论。哦，经论律，嘿，就是经通于定学，经通于定学，论通于会学，然后呢，律呢通于戒学，是这样，他这样来诠释的。可是经呢，不一定全部都是定学啊，对不对？经例如像般若经，他没有讲修定啊，所以他是会学，所以不一定经一定通定学啊。要看他所权呐、啊，所讲的权势内涵来看，所以这里就已经没有把所权开定了。他把安利，因为为什么经？因为他是讲定学，不对，不一定所有的经都讲定学。那密续也没有讲一定想修定。哦，密续可能讲那个是那个我们叫四种事业那种，所以这里用理由，因为他通于定学来讲，他是经藏，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所有的经不一定讲定学，要看所权呐、啊。所以有多大叹息，都把经通定学啊，论通会学，然后律通戒学，这个是普遍性来说啊。因为论也说呢，是讲三摩地的。例如说，我们讲那个很多那个三摩地王经，三摩地王经是讲会哦，它不是讲修定的哦。所以很多是讲三摩地王经，可是那还是讲修会空性会的啊。那像那个。修持中篇，他讲的是以定随为主。修持中篇论啊，哈，所以论不一定是通会学啊，这样可以哈。所以这个讲法就变成太不够精细了。要看他所权，看他所权来分戒定慧，不是看他的经一定是定学。这个汉系会这样分，这样分是错的，这样懂哈？要从所权的内涵来分戒定慧啊。想了解？那像三摩地王经不是讲地区不是，他虽然讲三摩地王经，可是他讲的是什么？讲会，哎，内涵啊。那这样我们会就会比较容易说，如果是三摩地的话，名称跟内涵不一定一样啦。嘿，我想讲是人家凯定这个叫三摩地王经，其实那讲的是空性会为主啊。所以不一定要看所权的、啊，比方说哦，名称就这样。那般若经当然是讲般若嘛，这个没问题嘛，对，般若是讲没问题嘛。那像你说楞伽经，那讲什么？楞伽经是讲唯识中的慧啊，唯识中的、啊。所以你要看那个所权的、啊，不一定讲经一定定学啦，也不要看名称一定是跟这个内涵一样啊，也不一定啊。看他所权为主，比较不要被那个名称 title 骗了的，常常会被骗哈。你们会没有感觉被骗的？误解，不是被骗，是误解。对，是，所以这个法师这样编有一点问题啦。经不一定通定学，因为他这个哦，因为他是不共的三摩地来讲，他是经，这个是错误的。因为经不一定每一部都是定学，有的人般若经是讲慧学，哦，那楞伽经也是讲慧学，哦，这个不一定是讲定学，他这样分就比较像汉系的这样分，但不一定，好、哦，不周遍了哈。所以密续中没有像那个导数这样庄严经论，啊、哦，庄严经论或者讲那个。瑜伽师地论啊，也是有很多哈、哦，各讲个别修色摩他的方式，还有修持中篇，好、哦，这个是讲修色摩他九住心，
啊，这个就解释的不够精准，不够精准。戒定慧三学是从所权来说，不是从经律论来说。哦，那密续哦，一切的同时承办诸多止观功德啊，那个止观功很多哈、啊，这个不是啊，止跟观不等同时哈、啊，没关系。所以实修密法者啊，必须具足相当条件，长久持续的一日试作专注而修。啊，这个要修成就的话了，一日试作，主要因素另外还必须有其他条件加以配合，例如说哦，啊很多后面讲的，譬如啊你要修本尊一切啊，除了啊经济努力一日试作以外呢，还要什么条件配合呢？啊，第一个啊，能恒常修习本尊的心，修习本尊体性，唯一观待能修所修，这个不是，这个是在闭关的时候修的。哦，这个跟那个配合的不一样，这个是在一日试作专注而修，这个部分。那原本尊相心也原空性，这个是错的。以空性会摄持原本尊相，这样可以哈？这个错的，这个是啊，心原本尊也心原空性，不是。以空性慧所摄原本尊相，所以那个原心也好，也心原空性，这个麻化掉，就是以空慧所摄，这个叫啊，这个心以空慧所摄原本尊相，啊，以空慧所摄，我是空慧摄持，哦，以空慧摄持。原本尊相，哦，就变成幻化的本尊相，所以也心原空性，这个换掉，前面加个以空慧摄持原本尊相，那个心啊，哦，也换掉，第一个字也换掉，后面那个五个字也换掉，那这个原本尊相前面加一个以空慧摄持，好，可以哈。那心由正空性的心现其本尊相，啊，心由正空性的心摄持，啊，现其本善，又意念本质空性意，这个，啊，哎，这个是，啊，我们给也可以的，就有空性由正空性的心摄持，加个摄持，现其本尊相，那个后面下面这个叫有相于且。相分的相哈，有相于且，又意念本尊的空性，不是意念本尊的空性，又思维意念改成思维本尊的空性，本尊的空性意，或者本尊的空性后面加一个无相于且，无相于切，本尊空性就无相于切。好，一心同时修本尊也证空性啊，不想同时啊，那个那个修本尊也证空性，那个修本尊啊，一心同时，这个一心同时哈，这个一心同修本尊也证空，这个把它划掉哈，这句划掉。不可能同时了哈，前后了，一心同时修本尊与修空性，把它划掉。所以观待初修业者的心量而言呢，这个境界啊很难想象，而其实显教都有了，显教都有哈，啊，其实这是密乘的主要修法哈，亦被称为具足方便智慧的双运的金刚萨埵，啊，这个其实是密圣，啊，这个也是，啊，也是不是是，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啊，加个也或是意识也是，也是密圣的主要修法，啊，加个也，跟显教共的，啊，跟显教是共的，这个不是密续不共的。
那如果是无上瑜伽密续，好，在自具活曼的本尊想上，哦，其任所现的有形也当本尊想，因为去除而庸俗执啊，好，庸俗执，那呢，那个必须观空，空又为乐，这个呢，这个是在那个。哦，必须观空，又空又为乐。这个呢，好，这个，哎，那个加一个，哎，必须，这个哈，这个他们都是文字啦，哈，这个现有的有当本尊想，这个是升起次第，自具活曼的本想，其任有情，这个叫如果是无上瑜伽密续升起次第，第一行后面加个升起次第。如果是无上瑜伽密续升起次第，在自具活曼的本尊想上，其任所现的有情也当本尊想。那加一个圆满次第，加个圆满，前面加个圆满次第。圆满次第呢？我们讲。必须修子母气脉明点与子母光明会，后面又嘛空，必须观空，空又为乐，应定乐空无别智，这个都划掉。必须观空，空为乐，应定空乐无别智，这个划掉。然后再一个圆满次第修气脉明点驱入，这个加进去。加这个其实很多哈。修圆满次第，修气脉明点，去入子母光明会，断障而成佛。把那个在那个第二行那个必须观空之前，这一段到定应定乐空无别智，通通划掉，改成这几个字。好，可以哈。首先开始，换句话说。升起次第啊，这个加升起次第。换句话说啊，加个升起次第，它的重点是四清净果的修行。那个果改成果位位置的位，心是清净果位的修行。位置的位，国后面加个位，必须信解自己是本尊，要信解所现界的众生也是本尊，人所清净，人就是自己，所就是众生。那异性为信解，这个此一处，这个词，就是这个此一处这个此处自这个自所处，自身处所，那个此一那个自身此一改成自身，此一改成自身自己的身体，自身处所，意性解为净土贪嗔。此一改成自身，自己的身体啊。此一改成自身，处所依性解为净土坛城，同时所性解的本尊与坛城又无自性成立啊，这个成立，他们都喜欢用龙树菩萨的文字不执为那个自性那个又无自性成立。不执为自性不执为这个不执为自性有那个划掉，已经自性无自性成立了嘛所以不执为自性有这个划掉。那依所决定空性，不是空性，不是空性说大的又乐又隐空性决定这个两个这个划掉，依所决定空性引出大的又空乐引出空性决定这个划掉。那个这是圆满次第。这个划掉一切一起乐说它是空性，空性是大乐，这个通划掉，后面通划掉
后面从那个不只为自信有，后面通化掉。哦，本有无自性成立，那圆满次第一样，前面一样了。圆满次第呢？哦，圆满次第后面就已经一样，它是重复了，就把它解释一下。那圆满次第主要是修子母光明会。哦，这个性解又无自性成立，这里就好了，就到这里就好了。啊、哦，那不那个所依空性又引出大乐，这个是圆满次第，好、哦、主修子母光明会，这个后面这个通化掉了，到最后那个这一段最后一行哈。哦圆满次第主修子母光明会就可以了，那交代过去。圆满次第主修啊，主修子母光明会。啊，加在那个无自性成立后面，那、啊、后面这个四行通化掉。好，可以哈。所以它的重点，实际上呢，就在修生活运用佛法，啊，这个是升起次第，啊，升起次第，实质上就在修行的生活中运用啊佛法，就运用嘛，我们讲啊那个果位清净，那个运用。果位清净的佛法，好，就在修行生活中运用啊那个啊那个四种果位清净的佛法，四种哦四清净果位佛法，四清净果位，上座如此，下座也是如修，尤其下座跟应定空的无别生活前，应定空的无别这个划掉哈，这个是不可能的。譬如曼里克像本尊的那个印定得以如此哈，这个都化掉。来修密续哈，这个好，这个后面尤其在下座更需印定空的无别，以为生活一切，这个是理论上呵呵都空头的文字，没有内涵的文字。好，那到6580到那个85页第一行，印定之理得能得以如此，把它化掉。第一行，嘿，应定之理能得以如此。OK 哈，固然九修密续一切是一关键要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在这之前必须具足显称，啊，就是不是那个就空性会了，啊，这个就是他讲的都引问这个引经很多不必要哈。那色即是空，好，就是色即有空，不是事。有空，就是色是施色处，那上面有空性。那空性中呢，啊，有色，所以它是体性一。哦，空性空即有色，空性可以现其幻化的本尊，啊，幻化的颜色啦。就用有，不是要讲是，用是就会误解。为什么色即有空？就是色上面有空性啊，有就是去路径来讲是有，所以色呢是靠着我跟别人讲没案例，它没有自信成立的，所以色即有空，空即有色。这个那一般以前大德把它换成是就错了，翻错了。可以哈，所以色啊，色空体性一。如果是讲是啊，我们啊，色体性即是空，空体性即是色，可以这样说，要加体性。啊，如果没有加体性的，变成是施色处跟施色法，或是空性中现起幻化的颜色，就变色即有空，空即有色，嘿。所以他们经一般的经都没有翻得很清楚，所以一般人都会误解经中的内容，而大德写的论也讲不清楚。还有，所以我们学佛最大障碍就是很多经跟论呢、啊，没有讲得很精细了、啊，嘿，没有把他们不共的特色或最究竟内涵把它诠释出来。是讲说世俗地里面是
所以缘起有空性的体性，不能讲是啊。你麦克风，哎，麦克风。如果你讲缘起色是缘起也可以，就缘起有空性，空性有缘起，一样。对，我就是讲说是四俗谛里面讲的是那个就是有的部分嘛，这也可以啦。你看你怎么解读。圣义谛的话来讲，它就是等于是空无啊，是这样。空性啊，不是空无啊，空性，空性嘛，哦。啊、但是这讲是改色跟有的关系啦，你那个色跟空你怎么解读都可以啦。嗯嗯嗯。哎，而现在是色你改成缘起，缘起即有空，空即有缘起，这样很好。哎，是这样。对对对对。我是把它解释是这样。对，有，因为有，有体性，有这个体性，不能讲是。哦，那这样我知道了。这样可以哈。我是把它解释是。认为是这样，好，把它写一下，因为这个在经跟论都讲不清楚啊，所以我们会读错是正常的，因为大德没有写清楚，不能说大德没有正量哈、哦，是文字嘿嘿让我们误解了。好，我们讲是啊，我们讲是非，啊，有无之安立啊。那么可以这样说了哈、啊，我们讲所缘境啊，是非的关系，是与非的关系。这个在很多涉猎学会讲错，因为涉猎学你们在胡志学的那个赛昌涉猎学，他把那个无我当成种啊，所知跟无当成别，变是跟不是，这错了，这个不是这样来看，那是趋入境。好，因为我们讲六种所缘境，好，所缘境的角度，包括哪些呢？包括第一个，我们叫同义词。同义词，就包括例如，啊，例，啊，所作性是无常，无常是所作性，啊。这是同义词的关系。好，那再来是好，第二个种别，啊，立，啊，色法是无常法，或所知或是所知，这是总别关系。好，那错误的，我再讲一个错误的，好，那所知是无我，或是不特且无我，这错的，错的。所知是所知有无我，这个叫错在我后面改，因啊是我这样后面再讲去入去。总别好、哦、这两个。好，那呢我们加三个，第三
是与非哈、啊，那因果，我们讲那个自分跟整体关系。这个写的太墨水太浓。桌角是桌角的之分，好，这个是桌角是，这个是讲是不是好。第四个因果关系，苗芽是我们讲那个稻种，稻种是稻芽的因。那稻芽是稻种的果，这个就是不是哦？哦，这个是从四个来讲是不是哦？可以哈，四个所缘境，这个是所缘境哦，不用心去了解哦。哦，所缘境，好、哦，啊，一体两面，一两面是去路径，所以我把它分开了。哎，去路径，这个不是所缘境。啊，就讲体性，这个是体性意，哎，不需好、哦、心去了解。这个是用黑色的，净本身即具有体质取向，净本身即具此体性，这个叫所缘境。好，有问题？就是跟非哦，要这四个才用是跟非。好，第二个好，那所以再讲那个第二个，好，有跟无的关系。没有这个案例，这叫案例了哈。那这里就比较多哈。第一个，我们从第一个我们从去路径来说。那去路径呢？需去了解。不一定要。这个是唯识，是无分别无根智也可以了解。如果是中观，在分别之两个啊，所以悉心去了解的。
去入境。那这里一个呢，去入境呢，一个是讲啊，不用分别思的。五根自己了解的哈，哎，还没有进到意知，啊，这个是包括啊，哦，那个想小圣即为是的。例如，啊，色触、色身香味触等，这是小圣。第二个，须分别之了解的，所以这里有包括第十层里的哈。就中观中，包括简单说了哈，例如，缘起即无我，我们讲独立实质有空，哎，独立这个施设处缘起，写不下了哈，就是除了前面讲缘起以外，例如施设处缘起以上，好，这个施设处以上，独立实质与空以上之无我。哦，这个是去入境，这是有没有？好，有无去入境。我先写了哈，要加补的再说。第三，好，就是显现境，所知有无我啊，不是是无我啊。什么意思？怎么会只有无我呢？无我是常法还是无常法？啊，错啊！你讲的错了。那你就没有四熟地喽，无我是生一地，所所知没有四熟地喽，啊，你这样没有语病。如果所知只有无我，那所知是无我什么内涵？常法，所以呢，所知没有无常法。所知是无我生一地，所以所知没有四熟地，两个都错。不要大，当然喽。所是包含一切法，无我是其中一个法而已啊。跟你讲了啊，
这样拍照不好拍哈，写的太偏，没有，还好你有空地。好，所以这个名相哈，是非有无不能乱套哦。可是金根论会套错了，像色即是空，空即色，错了。色跟空不是是不是的关系，它是从施色处跟施色法的关系。例如说，我们从啊了解那个色，色是例如色是施色处，哦，色色是色即有空，空即有色。哦、不是是不是，那这里呢啊，驱入进来是啊，不特求那个所知是，火之有，啊所知啊那个就改成这里，所以不是是，是所知有无我，不是所知是无我，因为它是驱入境的关系，不是那个所因境。所以那个在塞桑斯类学，很多大德会讲，那个诸法是空性也错了，因为他诸法是所知嘛，是空性就错了，他所那个诸法有空性。所以这个大的金根论常会写错，就是在这里啊，我们会读错，然后用背的，我们是用背的不去理解它，到底这个合理不合理，没有去，我们都照本宣科了，然后大德写的就照单全收，所以很多自己搞不清楚，因为大德写的文字你搞不清楚，所以对空性的了解，我了解一定会不懂。所以缘起即是空，其是性空，性空其实也错了哦。缘起即有性空，性空即有缘起，这个才对。可是呢，大德是不是有无都分不清楚，就造成我们学习的障碍了。好，这文字讲的比较简单，因为白板写不下，所以写的比较简单。有没有问题？你们要发觉有没有问题，不要我写的就就不去思维，嘿，很多内涵写不下了，嘿。这个就讲这个要写一个，哎，一体两面的。所以驱入境是讲一体两面的，我们讲那个体性一有没有？有这个就把它补进去，所以体性一就包括所缘境的四个，哦，三个了哈，体性一三个，加上一体两面，驱境一体两面四个，那因果关系的体性就因果关系。就含在体性一体性一里面，那显现境没有体性一体性一啊哈。
好，可以吗？啊，一雄看懂没？看不懂正常啊，因为很复杂，一下写不完了。都重复的，嘿，你好像都讲很多遍，跟前面是以前学过的了，哎，再把它稍微某个角度再写一下。对，到是跟非有跟无，嘿，这个出于境跟显性要讲有跟无，所于境才讲是跟非。写错了，嘿，对，关系不是是跟非的关系，嘿，即有空，空里面有色，啊，空假嘛，嘿，是是是是，跟圣意，跟无我关系，色就是缘起，无我就是圣意，嘿。无我，对，不同角度去理解，因为这没有讲清楚是跟非有跟我才会弄错。大德论也是这样写，经也是这样写，所以会让我们误解。但是这个是所缘境跟契入境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麦克风，麦克风，是，你要讲要麦克风。网路上的很听不到了。那这个所缘境跟那个契入境，其实最大的分别就是说，契入境需要用心去了解，去了解它嘛。对对对。那所缘境是不用，就是呈现在我们的五根之里面，就是那个所。不一定，你五根之没有看到它一样。也是一个哎、欸，你没有看到它，它也是一样。它那个像，一样在，一样一样在嘛。哎、欸，它的作用一样在，体性一样在。哎、欸，哦，那这样最大的分别就是契入心，契入境是要用心去理解它，去理解它了。比如说桌子是不是会锁着性会坏掉，插到外面？你没有了解它插外面，它也会插到外面啊。哎、欸，对啊，这个叫锁缘境啊。对啊。我们普通最大的就是说坐姿就是坐姿，它如果你不用不要去故意破坏它，它应该都不会，都永远都会存在。但是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像古董，古董你没有去修护它，它就很容易坏，潮湿啦、啊、风啊，对，潮湿哎、欸，对啊，所以要储藏在一个秘密的空间，没有风啊，又没有潮湿度要很好，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所以古董要保存很难的。对了，你那个要适度跟那个都要控制的，风啦、温度的控制，对啊，都要。哎呀，所以他这样我们是可以，你理解有了这样重复这样再复习，我们就比较了解了。好，谢谢。好，阿玛尼拍照了。好，我们继续，我们看85页。好，第一段，所以《般若心经》哈，这是因为翻译翻的有问题，应该色即有空，空即有色，这个是从趋入境来说，哦，那从所缘境才是趋入境，才是那个是跟非，可是空跟色本来就不同的，如果所缘境来讲，色法是无常法，空是常法，所以不能讲无常法是常法，那色是世俗地啊。空性生一地啊，也不用是跟不是就变世俗地是生一地啊，所以这用是一定有两个过失，一个缘起跟无我不同有两个过失，一个常跟无常两个过失，所以用有就可以安立、哦、色法是去那个施色处，空性的是色处上有拥有的一个体性的施色法、哎、这样比较合理啊。所以二谛建立的话讲色是缘起，空就是无我、哦、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讲的是那个体性，体性
所以色体性不异空，因为它是一体两面的体性，我们之前讲的一体两面体性一，所以色体性不异于空，空体性不异于色，就是体性一加个体性。哦，色体性不异于空，空体性不异于色，那叫体性。不然空跟色它那是不同的法，你讲不异就被异了哦。那一呢一定要名称同范围同，那就不合理了。哦，如果你讲所缘境的一跟异的话，用不异没有加体性的话就不合理。所以很多佛经啊佛论都没有写清楚 哦。所以我们读佛法最困难就在这里，经跟论都写不清楚，而且讲错。可以的，但是你讲不异的话一定是讲体性一嘛，所以用体性的，因为它是体性一反体异，反体就是对体性一，体性一就是它是施设中施设体性一，但反体异，反体异就是等于异，反体一等于一，所以一的话名称同跟范围同，它名称不同范围不同，所以它是反体异，所以反体就是跟繁体异就是异啦，繁体一就是一啦。啊，同体一体性一体性异跟繁体一繁体异不一样哦。哎，我讲一看哈，先把它解释一下。你这个在色类学哈，他没有讲清楚啊。所以我们都只能背的啦，我们以前学都背的，因为大德没有讲清楚。第一个我们从体性来说哈，体性来说我们讲两个，一个是我们讲那个第一个我们讲体性意一哈，体性一就是同时形成的，那这体性呢就是存在，你可以改就是存在，什么叫存在，体性就是存在啊，体性呢，自性呢，啊，还有我们讲那个作用，哎，对对对，作用，体性就是存在作用，还有不讲自性自相了，会混淆哈。所以这个呢，存在作用就是体性一，就是同时形成或同时作用，啊，就是体性一。那体性一呢，我们叫同时作用的包括几个嘛，对不对？啊，例如说我们讲那个同体相属的，这个我们前讲过了，就把它复习一下了，因为一般来讲会忘记，这正常的，因为你们常没有思维啦。阿姨，我要代课会思维，好，没有代课，代课差很多，没有代课只是听，没有思维就是今天记住了，明天就忘掉，因为没有重复思维。啊，我代课一定要每堂课都要再讲一遍，所以思维一遍。所以代课跟没代课，你们如果要自己要快速进步，来代课，快速进步就代课最快的，因为你去整理会思维。好，啊，那同体相属包括我不简单说了哈 ，A 就是同义词。好，然后这个我有讲。这个是从我们讲，因为另外一个讲哈，我们从那个 A 哈，我们讲所缘境，刚才讲把它扣上来了哈。那个讲我们讲那个包括甲同义词。
仪，我们讲那个总别。好，那个讲丙啊，整体之分。啊，这个是啊，讲体性一的同义词哈，所缘境，那包括咪，那所缘境，好，这第三个，所缘境，好，哦，还有一个第二个，咪，驱入境啊，啊，一体两面的，啊，叫缘起与无我啊。这个是同体相属的，有四个。那再来是第二个体性异的，那体性异的就是嘛，我这个啊体性异，我写错了哦，我写错了，跟一啊这写错了啊，一呢就是不虚观待。好，那一的话呢是嘛啊，包括名称同，我们讲啊，我们叫一就是我们讲瓶子本身好了。那这本身呢也叫什么？叫自凡体。啊，所以要呢啊符合。要符合名称同范围同，好，这个就是体性一有两个。再看体性一啊，体性异呢，就是我们讲啊，那个不同时形成哈。不同形成呢，里面呢包括两个哈，一个是第一个啊，因果观待的。啊，这个是讲也是所缘境啊。因果观待里面呢啊，如果讲啊两个，一个是 A 啊，例如说种子跟苗芽，从所缘境来说，苗芽种子的因，不是的，是的，苗芽的果，是不是就是所缘境啊？你讲有了种子，有苗芽的因，要这样写啊。用是它的果吗？是啊，苗芽就是它的果，是。
哦，这个种子有苗芽的果，这样讲。那苗芽有种子的因，种有没有了哈？就是不是是不是了，是有没有啊？所以去入境啊，那第二个是啊，别别无关的。哦，这是虚观态。所以在中观四大观就扣住观带不观带了，但是要先把缘起说清楚。所以大德在破自性成或破什么的，没有把缘起说清楚，啊，就是非常有问题了哈，啊，立，啊，平止平与住。哦，这个就是体性来讲，体性来讲哦。现在讲繁体，那繁体呢？哦，我们在分别心来说这个定义，因为色类学没有讲定义，就是啊，分别心的显现。以后面现在显现来说，包括三个，一个是我们叫基繁体，例如，分别痴的设法。无常法，第二个，异凡体，你叫分别之显现的一共相。第三，我们叫自繁体。那分别知了解虚入境的方式。这个叫这个三个繁体。再分啊。好。秀莲你分别一下体性意义跟繁体意义不一样，嘿。
像越学越深，所以要讲清楚，因为很多没搞啊，涉猎学大的都没有讲清楚，先慢慢先出到细，你先了解出了，慢慢再细的，一下讲太细，你会感觉接受不了，太多内涵了，所以慢慢接受吧。所以你学到那才碰到哎瓶颈哪边不懂才会问下去，哎啊一般人。我写的跟大的不一样，都不想接受，都会退出了，所以那个也没办法。所以一下讲太细的，一般人就没办法接受。哎，会断掉，还能出击的，他想要听就好，为什么要了解这么麻烦？他只要能够听佛法就好，他不需要再了解在生活中用的，他目的只是听而已啊。所以我的上课同学刚开始会很多，慢慢会少，因为他只是停在听就好了。他想听格西仁波切听就好了，听，但是他听不懂没关系啊，他感觉有在听就好了，他也不会问，因为他对需求心不够，所以他听不懂也不会问。是你第一个，你一个是同体相处，嘿，一，嘿，一的意思是两个一样，对，名称同，范围同，一样，这是一个吧，哎，好哈。对，但是我不讲一跟一，我讲体性一、体性一，一跟体反体一一样了、啊，一性包括在反体一里面的，就关带跟不关带啦，重点是关带不关带，体性是讲关带不关带。那个别别无关，那个体性一哦，嘿，一个是因果有关带，嘿对，第二个是别别无关，嘿，不叫做一吗？它叫一，对啊。意里面呢、啊，体性意的意，它体性这是意啊，体性意已经有意啊，体性意已经包含意了，这是意哦。这是意哦，除了意以外都是意哦。关带就义，因为它范围不同，只要两个法名称同范围都一定是义，那同体相属名称同啊范围也除了同义词以外，但是至少名称不同、啊、所以同体相属也是义、啊、那体性义也是义。比如说像说水对不对，水它有三个，就是说不同的状态，固体、液体、气体，固体、液体、气体嘛，对不对？对。那它的体性是同一个都是水嘛，对不对 ？H2O， 你可以讲 H2O 一样。H2O， 对，哦，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它在水，它在那个零度以下的时候，它是冰，对，也是水嘛 ，H2O。对，是 H2O。它的脂，那个体讲是它的脂分一样，都是 H2O 度，但是温度不一样而已。温度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讲它是一，啊，它也不能讲范围相同，因为它温度不同，温度不同，那它的脂分多一个温度出来，嘿，所以它脂分 H2O 是相同，对，但是温度不同，所以加一个温度的脂分出来就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温度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脂分。所以呢，你不能讲它一，它一定是一，也不能讲体性一，不能讲体性一，因为冰跟水不可能同时存在。哦，冰跟水蒸气不可能同时存在。对对，那这样的话，它是体性一、哦，嘿，体性一，体性一，嘿，体性一。对，但是如果说，繁体来讲的话。它还是 H2O 吗？不，对，不是。你讲本质，可以讲本质进取音，你可以讲本质相同，就进取音同一支流了。同一支流的话，你讲跟同一体性不一样哦。就给讲同一支流，同一支流是讲进取音一样。嘿，这就是讲进取音，跟它具有缘不一样，温度的具有缘不一样。所以这个很多名相会问，会昨天那个上次一个同学问我说，佛的智慧跟众生的软障是不是？他一般汉学讲同体嘛，
这是同一体性，同体嘛，同一体性，这不能讲同体，因为众生的佛性成佛的时候呢，佛的智慧就不会讲如来藏了。如来藏是成佛的因，哎，以成佛的因来讲如来藏，成佛已经果了，不能讲同一体性，那体性是异的。哦，体性异不一样。你讲同一直流。哦，同从我如来藏成佛那个心是同一直流，可是汉系会讲同一体性或同体，同体大悲啦，同体这个名词常会用错。你讲同一直流可以，就是我们要想那个本质，这个直流跟本质又不一样哦。本质是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这个藏系很多的名相混淆啦。是讲同一本质，也不是同一直流，所以三无差同一本质是为什么？是为名为知的本质啊。能够对境能够清楚显现这个本质的，所以这心佛众生三无差是讲那个心的本质，为本质，不是同一直流，也不是同一体性啊。这个这常佛相名相会弄错，所以我们都是被那个名相，可不了解内涵，啊，用名相来套，很多实践都错了。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讲同一本质，它有为名为知的本质，讲心的本质，但又不是同一直流。同一讲是讲进取因，又讲如来藏的心，当我成佛那个佛果的片质是同一直流，因为同一个相续，所以它是同一直流，不是同一个本质。同一本质是有啦，同一本质的，但是重点是讲如来藏跟成佛片质是讲同一，如果是讲同一直流是讲因到果的关系，好，阿赞讲同一本质也可以，因为它都有为名为知的功能也可以，但不能讲同一体性，因为它不同时啊，众生如来藏跟成佛的时候不同时啊，所以不能讲同体大悲啦，或什么三体三轮体空那个那个体性无别啦，这个都错了，很多名相弄错了，你可以讲本质无别。不是从我成从我的因到成佛的果同一直流无别，而讲心佛藏的时候讲同一本质无别，不能讲同一体性同体，所以名相混淆就在这里啊，大德也混不清楚啊，讲的也混不清楚，那学的人也混不清楚啊，是用背的啊，背的就会跟很多我讲体性体性会相违，名相就相违啊。那这样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水它是不同体，就是是水的三态哈，是同一直流，是同一直流，哎，进去但不是同一体性，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吗？对对对，这样的对对对对。哦，那这样我知道了。进取一样都是 H2O 嘛，具有缘不一样而已嘛，温度嘛，温度是具有缘，温度对，哦，所以是进取一样，就讲水啊，冰啊，冰水。好，还有那个水蒸气是同一直流，你可以这样说，但不能讲同一体性。哦，对，这名相会混错，就是这样啊。哦，那这样我知道佛法名相太多太复杂，都没有解释清楚啊。那请问一下法师，就是环体一的话，是不是指就是说排除我如果说讲一个杯子来讲哈，先把这个杯子。环体就是分别智的显现，这个定义色类学没讲，色类学没讲清楚，而且很多的名相会混在一起，所以你分别显现有三个，七环体就杯子的颜，例如说我们看到杯子本身，五根支到五聚一支的时候呢，会显现杯子颜色形状，那个叫七环体。七环体，那七环体加上我们过去对那个概念，这个异共相叫异环体。嗯，异环体如果杯子，我喜欢这个杯子，哇，好看。同类习气我显示明显好看不好看，或是说能够装水，能够装咖啡，能够装油等等，这个就是明显习气。那同类习气我喜欢我不喜欢，对，那叫同类习气。那我见习气它永远不会坏，永远不会坏，好，那永远呢就是一个常一自在嘛，好，或者说它是跟杯子的颜色形状就是杯子，这个独立实质有的执着，所以叫我见三个习气。那这个一共相的三个习气，这个会显现在跟那个七环体同时，就显现进了。那智环体呢，
会排除不是显现式。当你了解你切入到名相的时候，排除，例如说它叫杯子的名相，透过颜色形状了解杯子的形状名前习气的时候，排除不是杯子的名称，显现是杯子的名称，那个叫自繁体。就三个，分别是有三个繁体。那自繁体就是说，我如果说要讲说杯子的话，那我是不是要扣除这个杯子以外的东西，名相排除以外都排除，这个排除不是杯子的名称以外的法，而显现是杯子的名称，名称就是。这是自繁体，这是自繁体了，哎，就是非遮了。哦，那这样我知道了。所以这个三个不一样，可是色类学都没有讲清楚。哦，这很多内涵都没有讲清楚啊，大德写的论啊，写的很粗，就没有讲清楚。所以说这个要。是色处的。哎，对对对，那是安立名称的基础，所以叫机环体。哈，到了你的那个分别心里面，独头一只，嘿，它显现不是不是，它本来就会显现，过去的概念会跟这个名称、跟颜色相一起显现夹杂。啊，你不了解它叫什么，但是那个习气已经在了。就我看到东西的时候，习气在了，一共线就在了，自动会夹杂。自动的，不用你去故意的，自动的。啊，像夹杂之后，你要抉择，我要选哪一个习气？哎，要选之后你就排除不是显现式。哎，那一环题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如果脑筋有一个动向的异共相，嘿，一个习气概念，那我再把它，你要看你要选哪一个，选哪一个名称的概念。哎，就自动夹杂。哎，对对对对对。你选哪一个？哎，选哪一个之后，那排除不是显现式。哎。这样比较清楚一点。不懂嘿，对，所以要上课就是叫当场解释、当场问比较清楚。啊，如果你没有现场上课，没办法问跟答，你就有时候冥想、看科判，或是以后听。说那个声音有时候没办法当场问，会不清楚，所以现场上课有现场的好处啊。不然你看科判，你有解释，你根本不了解，因为科判没办法写这么多。重点是分别之，他名相就这样了。哎，你不要问这个啦，人家的名称就是这样意思啦，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你问大德啦。那个是大德写出来的名相啦，你问大德啦，去问那个色类学的大德，你问我没有用，我是把它解释出来而已。那为什么要创这个名称？看大德为什么这样创？你问他。名称同换为同，那个叫异，不一定体一。异的繁体异的，不是体异的，繁体跟体不一样，那叫个繁啊，繁跟异同义词的，繁体异跟异同义词的。这太含糊了，大的都写一跟异，不对，应该体性一体性异，不是一跟异。中大师都这样写，魏征法这样写，常常很混淆啊。跟你讲啦，跟你讲在这里啦。你都是问的，都不看科判在问我啊？科这白板已经写了。很多名相会混淆，就这样，因为大德就写，那也没有讲清楚啊。我们学的也没有讲清楚啊，讲话者也没有讲清楚啊，光用背的，一般学都是用背的。啊，把它当成就是诶，金科玉律啊，就不会改啊。人家讲的跟不一样，就会感到反驳。嘿，因为不了解内涵，就用名相背的学法，就是会陷在这里。好，可以没？没问题。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了解。很难。
对呀、啊，所以这个一步一步来啊。所以学我的讲课，大部分都听不懂，因为正常嘛，因为基础不够嘛。很明显，所以涉猎学没了解繁体什么意思啊？光讲繁体都搞不清楚的，又讲了很啰嗦，哎、欸，又讲不清楚，又讲了很啰嗦。好，有没有问题可以问？那么是的，你要先科判，把科判先看清楚再问啊。你都问的都是科判已经有写了，啊。我们把写字写在这里哈，同直流啊，好，同直，要同一直流，哎，一样，但直流是讲那个，可以了，可以先讲一样，同序流一样，嘿。把它加进去哈，很多迷相混淆。佛法就是很太多迷相，然后又混淆不清了。同一直流，同时也讲，同时也会讲，同一本质又不一样哦。同质，同质，很多名相混淆哈。对，大德就创造很多名相。汉传的搞不清楚，他没有解释那个名相。对啊，他讲也不懂啊，听的也不懂啊，只是文名相介绍完就结束了。悟什么？没有角度的悟啊。不要讲，因为大的。对对，会变这样，对。就没有办法从我们那个互相增长哈、哦，去了解你的角度和角度来增长自他，没有这个角度说你对我错，一般都是讲你对我错，而且会争是跟非，没有说啊你的角度合不合理，我的角度合不合理来做思考真相，因为的心态已经有不一样了，不是在互相增长的心态，而是在互相比较的心态的话。真输赢的心态就没办法再共学的，哎，就像我们的广论的毗婆舍那都在讲是跟非啊，讲你对我错，我对你错，这样这样。所以这把那名相哈分开。很多名相一样，同质同体、哦、都会一样，但是同质又变同一直流的角度，同质又同一本质的角度。涉猎学讲那个心王跟心所五个相同嘛，整个叫同质嘛，同质是讲同一本质的同质，所以质相同是讲同一本质，就为名为质的本质相同。可是呢他们大德没想像那个、本质相同或体性相同就讲错了，本质有这个叫本质啊，同一直流、啊，所以他没有解释大德设那个藏系的设系，那个也没有讲清楚，清楚显现，能够净把净清楚显现那样，
净，为明啊，这个字清楚。我写一下。好，那个为知，啊，就是清楚显现，哎，不是了解哦，显现而已，有没有了解不一定了解哦。不是，他们知是认知，不是那个了解的知，是认知心，显现这个心，哎，不是了解。所以他们设计讲了别嘛，常用了别这个字就错了嘛，了别应该显现的，他用了别像啊那个第一场的那个嘛，那个吴七狂的了别嘛，设计学常用了别，这个错了，应该了别的显现，那个讲不七狂的显现，或像B七狂的了解，哈，对，量一定有了解嘛，可是问题有没有一个没有个显而未定的？显微镜不了解啊，可是它也是有显现的。你要用麦克风。现在我讲的，你要麦克风先拿一下。嘿，现在讲的，我们讲现前知好了。哎，现前知，现前知不一定是量嘛，对不对？现前知不是量，对不对？现前知有分三个嘛，一个是我们讲现量，现量，嘿，比量。再觉知没有啦，现前就没有比量了。哦，没有比量了。再觉知嘛，嘿，显而未定嘛，显而未定，嘿，对不对？那现前知的定义什么？啊，不离分别，离分别就现前嘛。哎，不错乱的了别嘛。所以你问你现为定有没有了别？有没有了解？啊，你说现显为定有没有了解？显而未定，有没有了解？还没有啊，所以他叫了别，那什么意思？了别，了别不是就已经有分别了吗？五根之内，现前之内，现前之，哦，现前之有分别吗？现前之应该，嗯，你要讲中观中哦，我讲你讲我是有了解，但是讲中观中哦，对啊，这个就是。这四部中义就有一点区别了啊，就不一样。所以了别什么解释？了别就是我已经知道确定，这个就是了别啊。确定叫了别吗？那显未定呢？有确定吗？显未定还没有啊。所以显未定也是了别哦。所以有你讲了别有确定，那显未定就不是那个现前知了。这个有一点认知啦，不要讲了别啦，就改成认知就好了啦。啊，这个很这个很容易，所以翻译者很多问题啊。这个很容易搞混掉啊。对啊，你就讲认知就好了，不要讲了别嘛，因为了变成为了解的，我们一般中文讲了解啊，但认知啊，认知就是清楚显为明为知的，这个叫认知啊。所以为什么翻译会翻错？大德写的经会错，论者写的不同，因为翻译有问题，抄经有问题。啊，大德是这样说，我们不知道。但从文字来说，很多前后相违啊，搞不清楚啊。啊，名相又太多了，到底哪一个？在解释哪一个？搞不清楚啊。如果学佛很麻烦，就我们好像越学越会，越有点会。挫折感啊，不会挫折啊，
你就哦，原来是这样才对，你会发现新大陆，那种欣喜，那种快乐，不要把想的啊错了就是挫折感，而想到我现在了解就是快乐的，从现在来看，不要从过去来看。嘿、hey, 对，不是一个同子女，不是，就是这样子。对对，因为每一个众生不同子流啊。不然的话，你看三佛众生要怎么三无差别？对啊，就是心的本质啊。你从释迦牟尼佛跟那个阿弥陀是不是同？那我们叫心，那个他的心是三无差别。当然，文明为智的心没有差别啊，本质没有差别啊。但是阿弥陀的直流跟释迦牟尼佛是不一样啊。所以都名相没有解释，嘿，都这样说，嘿，哈，不了解，怎么样才能三无差别，才能够三个没有？哈，大德都没解释啊，只是光背名相了，很麻烦哦。这个要擦掉吗？还不叫保留吗？哈。保留哈，这个保留哈，这个擦掉哈，啊，这个哈、啊，这个，而且拍，好好好，啊，这个把它画过来，这个是不同的角度哈、啊，把它分清楚、哎。好，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哈、啊，我们上到那个85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哈，二字二地体一，好，这边。